8月15日，阚清子晒照庆祝36岁生日，整个人状态不错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画面中，阚清子身着泳装搭配白色针织毛衣，展现了优雅的身姿与性感的魅力。乌黑的长发、清澈的眼眸、甜美的笑容，都让人为之倾倒。她的个人社交平台也同步更新了生日动态，展现了不同风格的魅力，颜值依旧惊艳。阚清子与景甜等人有着深厚的友情，尽管名气不如他们，但她的演技与作品一直备受认可。尤其是与纪凌尘参加青睐的客栈后，两人的甜蜜互动赢得了无数粉丝。然而好景不长，两人最终分手，让人惋惜。去年阚清子被男友求婚成功，海边求婚的浪漫场景令人感动。而纪凌尘在节目中也坦诚回应了蹭热度的争议，并公开了两人分手的原因，表达了对阚清子的感谢与祝福。但阚清子懒得理会，似乎已经放下过去。如今阚清子爱情事业双丰收，最后也祝阚清子生日快乐，也希望他永远幸福吧。